哎，有的，好多神射手啊。这波应该能给装备。有天选神射手也行。好多猴啊，算了，猴在后边吧。鬼叔猩红之月谁能拿呀？就不应该先拿着蜘蛛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就不够细节了，这明显这就是不够细。这波不先拿着蜘蛛，直接先升级，升完级赢了再拿蜘蛛，这就不够细节了。不细呀，这不细呀。我们前期应该是无敌了，我一手猩红之月加鬼叔凯南，没得赢他们，他们没得赢，赢不了。92滴血是我唯一掉的一波血，这把我们又是可以随便玩。哎呀，老是可以随便玩，这样我挺难受啊。老是这种直接就前期就无敌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挺难受啊。一会儿先拿个春哥，不行先给凯南上上。老前四又前四了，这把猴哥咋了？跪着用来装杯子，过几天这柜子还得擦一擦，先不放东西了，过两天我把它填满。左边放上我的二次元手办，右边放上我的钢铁侠，中间放点金主爸爸的，哎，放点金主爸爸的小东西。大黄蜂呢？大黄蜂头盔放里边应该不太好看的，哎，应该也行，我单独给它放一格。
省着了放柜子里落灰儿，这个凯南我也不能卖。哎呀，这凯南我也卖不了，咋整啊？我好想你生啊，你什么时候能生？你跟我说一下。 我把这猴撇了吧，这个样子。我这两个凯南升二星，直接就起飞了。哎呦我，无限电，怎么样？ 行不行？狠不狠？这是要狐狸呀、啊！我也不知道玩什么，很难过，不知道玩什么，很难受。目前不太想拿英雄。 无限电，这个排兵布阵其实比较的讲究，你们知道吧？首先这两个站这儿，盖伦站这儿，这个站这儿，这样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能在这个盾盾上面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所有的人全部都能站在这个盾盾上面。但是凯南的位置吧，稍微有点往后，盖伦就会先死，知道吗？ 我们玩一把凯南当 C 的呀，见过没？没见过呀。 就是凯南、瑞文，然后蜘蛛，凯南、瑞文、蜘蛛、锤石，我有点乱，稍微。 反正就是多了一个凯南的位置，然后整个三星红，没见过凯南谁的，那我让你见一把，行不行？瑞文，这个锤石、蛇女、莉莉亚、四叶幽。 配个凯南神盾，配个蜘蛛神盾，来个神盾天选，然后
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最后上个剑魔。再配个劲，或者老头儿，你们仨能打过他一个不？我不求你们仨全把他杀了吧，啊，不是全把他杀了，不求你们仨都不死吧。能打得过他一个就行。该出击了。凯南就鬼叔，春哥。最后一件上什么都行，现在我们需要拿点绿纹的装备了。火炮绿纹指定是玩不了，换点别的，换点龙爪子啦，这个离子火花了，这些先拿个大棒吧。三个级吧，现在差个剑魔，差个剑魔与凯南配合。哎呦，没打死。刚尊今天好像很饿。猪女比盖伦强啊，一星的呀，能行啊？
拳套，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！无坚不摧！ 下轮卡牌再撇吧，下一轮不急，兄弟们，不要着急啊，千万别急，这不是急的东西。哎呦，无限电，行不行？我的凯南一电出来，基本上就起飞。 小弟一波，真理之翼与我同在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阴影，应该上个劲呢，上个劲好了。 好像上个狐狸也还行哈。你说去哪儿？没想到狐狸居然能放出来大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无限电！瑞文不会一个人把我这全杀了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呀，这二星的可太猛了，二星有蓝 buff。 嗯，那惨着这么少人要吗？我要一个，没有啊，没有那就腰带吧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咱也不要什么大剑啥的，这都没用的大剑。
是是是，宗师妖的不好用，上了吧，<咳>上到八，现在是要掉点血的，因为他们都不拉人口的，都这都地没钱了，这都就有一个拉八的，我们也得拉八。 我这把是挺克制节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凯南比较克制节，现在我需要一个剑魔，玩狐狸赢了你不得有天选吗？你没有天选重装天选秘术，你不硬玩了吗？那能行吗？那不少一个吗？我现在又不是没有退路，我们吧这就先等，也不着急，就都妈的，我这底下啥都有，我看主要是来啥，我们就玩啥，这都不一定的，我们可以玩凯南瑞文狐狸，这都可以。 胖子，差个维恩。 或者是莉莉亚，差一首三星凯南，近的话可以升吧，升一升，差个维恩。 大鸡，大鸡有东西换没？没东西换，鸡撇了。 差两只凯南，把凯南递出来。是是是，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 老头进，老头还是进，老头吧。
给维恩点装备，上老头吧。我要个离子火花。 进换维恩不少夜游吗？不行啊，我们需要一个凯南。主要是不是想让他要俩秘术吗？没事，我这进吧，我也不撇，我就先放这儿。 一会儿我把站位调一调，我这站位不太行，各有利弊吧。我要是玩那个凯南，我打的是水银的吧，就不太好打，就有可能会被他平推。 你像这种吴亦凡碰刺客就直接就死了，一秒就没，直接暴毙。我们把这位置给他调一调啊，蛇女给他放前面，镜给他放后边，这个样子就行了。 咱先看看这老头行不行啊？维恩锤石，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给了个维恩，再给个锤石吧。咱先看看这老头行不行？老头不行就老头就下了。 哎呀，被剑魔给我锤了！Oh my god！ 给个锤石。
我们有两种形态啊，第一是莉莉亚换维恩把它换上去，第二是我们这进换老头，然后维恩换莉莉亚，这个样子。一共两种形态，主要是看打什么玩意儿了。要是打刺客，我们就这种形态，哎，要是打那种后排杀不了的，比如说这吴亦凡啦、什么晋啥的了，这要有个水银啥的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晋给它放上。两种形态。为什么这个寒冰没拉过来呀、锤石老头，那既然我们老头升二了，这种形态我们就这个样子，哎，就这种形态了。有没有锤石？我找个锤石。怎么样可以拉到他寒冰呢？剑魔不能放中间哈、哦。完了，别打那劫！哎呦我操！我是很克制劫的，他没水银的话，我直接让他一秒就没。巨杀老头咋的了？我攻速不行吗？我加攻速，老头早点放大没毛病啊。我还指着那维恩那点虚区吗？还？我给老头快点放大，我有毛病吗？我觉得我没毛病。我难不成我让枣子哥上去，然后我让他给我射点人儿？来个锤石。锤石可不能打假赛呀，我打这个会比较麻烦，因为我拽不到他恶飞流失，而且我打不到他，有可能他一个能平我队儿。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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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就打这哥们儿费劲，其他人还都还不费劲。打着劫了，这也没啥；打这个也没啥，他这没水银，一顿就死。就打这个人费劲，剩个两滴血把我给带走了，挺烦人。结个账。